只怕吹灭这烛火。时光不停往前走，留下什么感动？手中火中延续谁的梦？不愿就此别离，停住了勇气，在最黑的夜找寻最亮的星。是万分之一，多幸运是我，让苦涩化作美丽。万千感激在心难寄，点滴化成你，你本赐我写意。种子的远行，望开满你无限的四季。最美的相遇，远方有人为你挂心，无视那恐惧，辛苦甘之如饴。是万分之一，多幸运是我，让苦涩化作美丽。最真的初心击退了魅影，你笑容就是我骄傲印记。每夜问谜底，揭开一片绿荫，坐看云起宽阔天地。是我最美的相遇。你怪怪的，这不是咱地盘，你坐来这要创啥？这哦，足复杂啊，以后再甲你解释。阿兵哥，你先跟我讲吼，这批厝敢有可能做起来？你在问我问题啊？啊？求我？拜托了。好了，帮你干一点啊。这个厝吼有缺点，啊，不过优点真多。啊，若是好好把握这优点吼，啊，强调迄都市计划后续发展，新小块推回去，也够机会啦。沙发。安尼哦。这嘛，哪还袂转去啊？等你要转去啊？拄仔好经过，想出来看卖。看卖？都拢共款啊，有啥物好看？看，敢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啊？进前公司也无做啊，我阁有法度甲你照顾。那么最近公司业务变少啊，我一个人就会当应付，歹势啊，我都甲你照顾。爸，我毋是来找头路的。无你来创啊？我是来关心你的啊。关心我？哼，我有啥物好通关心的？爸，别阁惊啊！明明有甲我讲过，我嘛有听同样咧讲的，这种代志愈拖愈严重。这无需要你来甲提醒，我即马正咧处理，你是无看到啊？我来甲你斗相共，我是房总的，啊处理厝的代志本来就是我的专业啊。这小可代志啊，我会当应付。加一个人嘛是加一份力量啊！卖阁在边只啰嗦啊啦，我也真无闲的啦，转去转去啦。
是没事做梦而已啊。啊，不哭不哭不哭。哭什么？做梦，帮我换了尿布，又睡着了。小孩子无忧无虑的也会做梦？当然会啊！你坐在这里干嘛？你也睡不着啊？你是不是在想你爸的事啊？是很不愿意去想啊，是脑袋里面就是出现的。那是因为你在乎啊。老实说，一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这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爸个性你也了解，这么爱面子，我就算说破嘴，他也不会让我帮忙。对你爸哦，不能用说的，要用哄的。你说像哄小孩那样。你爸有一些观念我也不是很赞同，但是他会这么辛苦也全都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看我们从小啊，吃好的用好的，连住都比别人好，这些当然都是我爸给我的。那就对啦，不要说是一家人，就算是朋友也应该帮这个忙。可是他每次都讲这种话拒绝我，能怎么办？那你就不要听啊，他以后讲什么话你就不要介意，你就专心帮他忙就对了。是哦，是，我是别人公司的员工哎，如果忙家里面的事情，我会被讲闲话的。那你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就说帮公司拓展业务。帮公司？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如果真的有帮到的话，公司赚钱又可以帮到爸的忙，这是双赢的局面耶。对，如果加上你的话，是三赢哎。你还在犹豫什么？好像是蛮有道理的。当然喽，而且啊，你想想看哦，如果妈在的话，她会跟你说什么？把卡按嘞，这风就大嘞。阿平哥，嗯，把这干部好过。Of course， 看把这到位，香到嘞，你看，车嘞来嘞去去，一点就明显嘞。嗯，阿平哥，嗯，多谢啦。三百咯，这什么多谢啊？我嘛是替公司做业绩啊。嗯，下卡把卡按嘞，阿不好听哦，在地上听吼。老家啊，这色哦伤浅啊，万一较深的，而且电话甲地址拢无用着啊。啊，搁有啦，啊，这个字型吼，干要换一个。杜尚博的产地好哦。喂，杜尚博东产你好。嗯。哎、欸，好你等下。对。哎、欸，就是安尼。好，好，好，这个。找寻最亮的星，是万分之一，多少？
幸运是我让苦涩化作美丽，万千感激在心难寄，点滴化成你，你奔驰我写意，种子的原型，望开满你无限的四季，最美的相遇。对啊对啊对啊，指标拢过关了啦，啊银行那边应该无问题啊啦，行啦行啦。哦，酸了，这阵子真的是跑到腿都快断了。我看你这两天还是跟公司请假，留在家里休息吧。不行啊，公司还有一堆事情哎，不光是就我爸那个案子要忙。那里真的卖得很好，连市场的欧巴上都在说。其实我爸盖的房子啊，坚固又耐用，设计也不输人家，照道理来讲，应该也不会滞销才对。那为什么之前还是卖不出去？那是因为他只会盖不会卖。这年头行销真的很重要，你东西做得再好，没有宣传还是没有人知道。是啊，其实哦，你光靠口碑还是有限的。去。爸。请进，请进。文凯。哎呀，阿公无食，等等等等。阿公今日来哦，无带什么礼物哦，给你一个红包啊，什么礼衫叫阿公买去买，嗯？爸，唔变啊，伊那个真细汉。不要紧啊，我的金孙啊。哈哈哈！家己算好。爸来，饮茶啦。饮茶，家己算好。哦哦哦哦，谢谢谢谢。今天伊哪位？阿都心情好啊，来看孙嘛。爸，足歹势呢，文凯最近较无闲哦，拢无时间转去甲你看。不要紧啊，我嘛真久无来啊。文凯就是安尼啦，家己的代志哦，无闲事事，啊，佫要来插我闲啊事啊。厝内底出代志吼，伊嘛是烦恼到困袂去呢。不管怎讲啊。啊，公司的代志啊，拢差不多解决甲差不多啊啦。啊，嘛是因为啊，有文凯来甲斗相共啊，伊真正无简单啊。伊无啥啦，啊，就算我无管，伊家己嘛会当解决，敢毋是？会啦，啊，我著做即桌哦，做三十外档啊啦。啊，讲起来小块代志啦，我是应该有法度解决的啦。好佳哉啊！问题是解决啦，啊，即届对文凯来讲也是足好的经验。就是啊，足多代志哦，开始嘛无一定学会着啦。会啦，诶，不过讲反讲，输反输啦。既然有来甲我斗相共，该当互你啊，我也是爱互你啊。这代志你收起。唔免啦。你是嫌这三百万太少？爸，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应该提奖金吼，公司都已经付啊。我知啦，不过我这个人做代志真公平啦，卖讲你是我的后生，就算讲是一般的员工，该当付伊的奖金，我嘛才会付伊啊。啊，爸，我不是来做生意的，我是为着厝的哦，尽一点仔责任啊。不管你写偌济，我拢袂甲你摕。好啦，啊，既然你这么坚持，啊，这条钱就暂时寄付在我家，吼。啊，等啊，你有需要的时阵再找我提，吼。金孙呐，来来来，阿公来陪你耍啦。哎呀，弟弟，不会玩这个。老太太。
就是啊，啊处处哦，规个计数本来就低啊。嘿，是啊，啊你若是有啥物需要吼，你会当敲电话给我，24小时我随传随到。嘿，刘先生，我甲你讲啊，这间厝吼起了足好个，啊计数嘛足合理，看你是要家己。哎，文凯，等下会记得哦，甲客户约好啊，我讲你订过啊。对吼、哦，也唔过，也唔过啥？哎，生理就问你，也唔过，去准备啦，不要打扰我吃便当。哇，菜是看起来是真澎湃呀。喂，你好，我要留言，请他赶快打电话回家。好，谢谢。喂，哦，你打错了。好，拜拜。你怎么还没睡？你还没回来，我怎么睡得着？我不是跟你说，我要跟客户见面吗？见到现在，现在都几点了？你知道你多久没有回来吃晚餐了吗？就跟客户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去吃宵夜。我打你扣机，你为什么不回？大哥大，口气已经过时，我早就丢了、啊。这个好是我刚才办好的，想说给你一个惊喜。你看，比如这只大哥大，以后不管我人在哪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给你啊。哦，以后你要找我就更方便了。通了，把它翻开来，翻开就可以接通。翻开，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啊？我很正经啊。这大哥大很贵哎，啊，我就是为了让你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哈，我才不惜下这么大的成本呢。我之前一直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啊，你说如果家庭不幸福，事业再成功也没有用。那你还弄那么晚？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嘛，然后他就很热情啊，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之前忙你爸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现在不但没有恢复正常，还变本加厉，这么晚了找不到人，你知道我会担心吗？对不起啦，有这只大哥大以后啊，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对不起啦，你不要生气，我是这一季的业绩总冠军哎，我好不容易达标咯，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高兴，对不对？好了，你赶快去洗澡，明天要上班。遵命，老婆。那你带孩子一整天也累了哦，早点休息啊。
去关火哈。这个就受不了了，以后要是生了老二老三，看你怎么办。也不是受不了啦，就是哎，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啦。你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了，是这样吗？嗯，在家带小孩，出门就是上菜市场，老公回家就是睡觉，你们两个人的互动越来越少，换作是我啊，早就待不住了。不一样啊，你是职业妇女，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是可以很开心的啊。怎么开心？其实我也是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像是出去工作啊，或是继续画画啊。但是现在看起来都不太可能了。怎么不可能？等小朋友大了就可以啦。要等到什么时候？而且到时候也不知道画不画得出来。人生的每个阶段，虽然说基本价值是一样的，但是生活方式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啊。除了适应之外，你要找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啊。怎么找啊？这是你的人生哎，你要自己想办法啊。哪有时间想啊？光做家事就没时间了。家事多，你可以请文凯帮你一起分担啊。你是说找文凯一起照顾小孩，一起打扫啊？或者是你们就全家出去走走嘛，每天闷在家里，你会闷坏的。跑慢一点啊！来，哎，不错嘛，还会主动带我们出来晒晒太阳，都不用我开口。想说给你个惊喜啊。不然每次都说我吼，只顾工作不顾家。来，要不要吃？你要哪一个？你不要吵，现在是我家人的时间，我才不接人。真的假的？当然啊，我业绩总冠军哎，我不想接电话还不行吗？好帅哦，我就知道你做得到。就是啊。我是一家之主哎，我看你还是接吧，搞不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啊，那我就跟他说，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喂，你好。一点点。是，啊，你就照我之前讲的问唔对啦。我跟你讲，你无安尼做吼，绝对袂袂出去啦。啊，嘿啦，啊，就装潢算我的啦。啊，你讲算笑，我业绩总冠军哎。嘿啦，是哦。啊，不过我今麦跟阮厝内的人做伙呢。好啦，啊你，甲伊讲一声吼，我随到。好。怎么样？就刚刚好大家都有事啊，所以就叫我。所以叫你就要去哦。你现在就有时间啊。也不是啦，就正好有一个同事他就被调走了，然后主管就把他所有的案子都交给我啊。你还好意思说？我才刚夸奖过你哎，你卖了一两间房子就可以牺牲家庭，这样值得吗？啊，
我也不想这样啊。你哦，满脑子只想赚钱啊。才不是嘞，这是团队的工作，哎，就是一种责任嘛。难道你要我当个不负责任的人啊？所以工作跟家庭，你就是牺牲掉一个就对了。才不是这样啊。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兼顾到，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一点时间啊！我一定会努力做给你看。我相信你不会跟爸一样，只顾工作不顾家。当然不会啊，你放心。那你赶快去吧，路上小心。好，那我再找时间补偿你们。你们自己回去要注意安全，我一忙完就回家。我知道你还没有睡，我买的宵夜你要不要下去吃？不是说马上回来？没办法，就忙到现在，今天的客人真的有够鲁的，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弄得好好的。早上不是才说过，不要只顾工作不顾家，你不到一天就忘了？我没有忘，我努力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这个家？今天几号你知道吗？我知道，20号。再过几天我就要发薪水，而且我这个月奖金还不错。所以你真的忘了？我到底忘了什么啊？拜托，我真的好累。先让我洗个澡，我们等下再聊好不好？你真的忘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力气了。我们明天再聊。早餐呢？老婆，你这样一声不响就走掉，只会让问题更复杂。那又怎样？但你总该给文凯一个解释的机会吧。我已经看透了，没什么好解释。好啦，反正你就先住我这，等你气消了再说。嗯。
喂，你好。哦，是文凯啊。哦，嗯，我不知道哎，他说他不在。嗯，对啊，怎么会这样呢？好，不然你再找找看。嗯，先这样。文凯他很着急耶，他急他的，关我什么事啊？你也不要那么狠心啊，他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他比做坏事还要更严重。大姐，我跟你说，如果他出现在这，我就走。好好好，不要这么生气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你说你没你才知道有啊这是怎样发生什么事啊那这么严重啊啊就是因为工作的事啊我每天在外面这么累的就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人客一通电话我人就要到的啊不然就是没用到了我拢是为着这个家，啊，为什么哦？你都袂当甲我体会一下，一点仔小可代志就要甲我乱。不管安怎讲啦，建立一个家庭无简单，这是一个一世人的代志。啊，情绪咧，这是暂时的。你若是安尼因为互相伤害，到时你失去的，就真歹报上来。哦，阿平哥。嗯。啊，平常时安尼看你这么正经，竟然讲出这么有道理的话哦。哎、欸，是你顶世人烧好香呢，我倒摕我惨痛的人生经验跟你分享好无？看我那空空呢，吃啥饭啦？我吃袂落啦，你吃就好。温凯要给你的，他说你跟孩子出门在外，带着这个可以保平安。你跟他谈过了。忘了你的生日，他说他很抱歉。来不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责任都不一样，文凯他现在要承担一个家庭的温饱，他努力工作没有错啊。我没有说他有错啊，只是他也不能把家人放在一旁不管吧。他没有不管，他只是换了一种方法啊。没有心。换什么方式都没有用。你现在当妈妈了，已经不是以前的高中生，有些生活中的现实你还是要接受啊，总不能老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是不是觉得我因为生日的事情跟他生气，很幼稚啊？怎么会？我这么了解你的个性，你本来就很在乎细节啊。每一个纪念日都很重要。一年只有一次哎，我会在乎，是因为我重视我的家人。知道。如果你心里有家人，爱你的家人，这些都会自然会记得的啊。如果忘记的话，就是渐行渐远的开始。我相信文凯也都知道，他做错的地方他也愿意改，但你总该给他一次机会啊。我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了。不给他一点教训，他不会长记性。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就好。更何况你这么做，我不赞成。为什么？如果你真的重视家庭，那就不应该随随便便离家出走。你这样做是会让对方紧张，没有错。但是拿家庭来当作筹码，就算到最后对方真的让步了。双方都是输家，没有赢家。
可是是他先对不起我们的。文凯也许真的做错了，但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啊。离家出走是最不好的，你用多了，两个人都麻痹，到最后不痛不痒，这才是渐行渐远。我知道了啦。好，那我不讲了，你自己再好好想想。早餐不会啦，哎，陈玉呢？哦，还在睡。哦，好啊，那我们先下去吃吧。什么声音啊？啊，文凯，多了，回家吧。小帅哥，回到家有没有很开心啊？有。这两天我把家里面彻底打扫了一遍，很干净吗？哦，辛苦你了。一点都不辛苦，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你真的这样想吗？我可没有勉强你。一点也不勉强啊。其实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想很多没有用，要知道重点是什么。重点很简单啊，就是别让老婆不开心。听起来好像很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其实我仔细思考过了，从结婚到现在啊，其实真正受委屈的人是你。你才知道啊，我当初会选择你，是下定了要跟你一辈子的决心。有什么问题，我想要现在就解决，我不想要等老了再来后悔。我知道。对不起啦，是我忽略掉你的感受。你以前，你最讨厌像你爸那样子，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人。可是后来你结婚之后，你却不知不觉变得像你爸那样子。你变成了你之前最讨厌的那种人，你还记得吗？为了你，我连猪心都吃了。当然记得啊，你离开自己的家庭跟着我，就是为了要组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我一直辜负你对我的期待。我不要你赚什么大钱，你工作再忙也没有关系，我
只要不知道你让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们两个就好了。对不起，是我冲太快了。你以为你努力工作赚钱，给孩子未来，给我实现梦想，这样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吗？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我知道，如果心不在家人身上，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你以后不会再忘记我们两个生日后？当然不会忘啊。我已经把你们的生日，还有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刺在大腿上了。啊，真的？骗你的啦！我已经牢牢地记在这里了。世伟，不要再摇，你再摇，等下妈妈没有办法晒衣服啊！啊，乖哈。哎，你要去哪里？谁？然后妹妹在哭了哈，快点，带弟弟去找妹妹，快点，看看妹妹在干嘛，好不好？你最乖，要照顾好他们两个哦。啊，走楼梯慢一点哦。好。咱参观这间吼是上平屋啦，这样吼是离市区较远一寡啦，但是吼好处就是较安静，哦，大客嘛较清幽啊。啊，这附近够公车？无呢，但是吼，阮这间厝去了就好啊。啊，继续嘛就合理，看你吼是要家己大只投资，拢是袂歹。啊，我拄好吼，有听恁一日甲无咧讲啊，嘛是恁公司的啦。伊讲这以后吼会开一下大都好啦。啊，边仔要起一个大卖场，这是真的还假呀？是哦，伊是安怎甲你讲的？哦，伊讲哦，一定有的啦。伊佫讲哦，会甲挂保证哦。是安尼规划无唔对啦。啊，不过等伊起好吼，还佫有一段时间哦。啊？啊，等偌久啊？袂啦，袂予你等上久啊。真的哦，安尼真好哦。唉，咱人吼，得到一个岁数，你就觉悟啦。哎，规工搭暗吼，陪人去啉来啉去，食来食去，真正是真浪费时间。啊，这种代志唔免大家年纪到就知啊。你有慧根，啊，唔讲话阁讲倒转来。你迄无要交代应酬，生理要安怎来？谁讲的？我第一名嘛无靠坐啊。迄是你厉害，唔是每一个人甲你同款的。其实哦，这几年啊，环境虽然袂歹，啊，唔过我感觉吼，人情变得愈来愈薄的。安怎讲？啊，家己人都唔免讲啊，啊，真侪同行同款。为着要赚钱哦，啥物话拢敢讲？讲啥物行销话术啊？啊是无方法无唔对啊！啊，不过吼，我感觉真就无老实。经营就是安尼啦，若是买就是聊落，啊，若买就是卖走。有当时啊吼，先借不得手段。老实讲哦，
我无解这种文化，用话术甲人骗的，但是哦，伊阁毋是真正是骗哦，啊，以后建设先甲保证啊。梦真，小帆，那我的人生真的就只能二选一吗？我好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做什么？开照相馆啊。你现在是一家之主，你有母有子，你还可以承担多少风险？我们相约来到今生，像是奇妙